创作动机与目的。108学年新课纲加入的焊接技术实习，我们在新的教育主题上看见了兴趣，打算学以致用，向老师提议书以焊接为主题，将校园空地合理运用，在校园内留下一座由学生创造的公共艺术作品。设计理念，我们希望结合高雄工业及港都的特色作为设计发想，并期盼高雄能在未来能从根本改变，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。这个作品主要元素有四个，分别是陀螺仪、齿轮、嫩芽、六边形及双股螺旋。陀螺仪就像灯塔一样，有着指引方向的作用；齿轮及嫩芽象征着高雄工业可以与自然共存。搭配双股螺旋，希望能从骨子里改变，向上转动的同时，如同扶持着希望往未来发展。模型制作与讨论，在起初的设计中决定了双股螺旋的外形，因此开始使用不同材质以及比例制作草模。问题与检讨，经过不断的改良，总结出许多问题，包括模型比例、尺寸、结合方式以及旋转角度。模型成果展示。制作过程，首先我们以60度角切割出不同长度的方管，再将切割面的毛边磨平，并穿着手套、防护衣及焊接面罩。接着将钨棒磨尖，使电弧更加集中，开启氩焊机电源，并调整适当电流大小。开氩气钢瓶开始焊接，先将六根方管组合，焊成一个完整的六边形。接缝处较大或不美观的地方，以补条填入。再将多余的边角打磨平整。接着把6公分方管以4个焊点焊上，焊渣清除。清除后，再将第二圈以同样方式焊上。清除焊渣后，完成一圈，完成17层乘以两座，以内缩及外凸2公分为标准，画线固定位置，完成8组，在预设位置上焊上 L 型胶铁，切割方管组合焊成正方体，并焊上固定底座，再将造型钢板焊入正方体内。现场施工过程，现场放样及下挖地基，铺上碎砖，再将钢筋交错绑牢，注入干拌水泥。现场组装过程。